那我们已经玩即兴跟混合很多摇滚还是爵士的元素很多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希望我们今天带来几个小品。那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即兴的东西，好，那我们希望蛮多乐器大家可以看到，那我们就不用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吧，谢谢。
谢谢，就是我们下来做工，就是完全极限东西，然后我们会有比较意向的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以 bass 为主曲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以吉他或是以其他不同的乐器为主轴的表演，这样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
大家。然后下一首是我们比较更实验的感觉，是比较纯 beats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会感觉比较低一点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至于我们另外一个萨克斯风手黄达，他拿的是玩具，也就是原本是设计给小朋友玩的玩具，可是
后来因为有一些电音团使用，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乐器化的一种玩具这样，然后还蛮有趣，它是有自己的音阶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杯子的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的团员做了一首比较Bob Dylan感觉的东西，然后比较难调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喂，还没有侧面唱。
手加乡土，然后哎，现在再说明一下，大家应该没有看过我刚刚讲这个乐器，它叫低音管，它是双簧的乐器，就跟那个双簧管一样，是用双簧的组件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一样是一首比较即兴的东西。
所以我现在是进了一个我们已经死掉的朋友，然后是真的，然后我们都很喜欢他，然后这首歌叫《Jump in D》，好，接下来还有两首，好，接下来两首是很节奏的东西，很喜欢大家会喜欢，一个是贝斯，一个是有爵士鼓的。Thank you.
爱的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最后一首也是用贝斯那里为主的东西，谢谢。
下来，不要死掉，后空，下来，OK，再来。